兔腿法宝有锅虾，林慧萍不禁看了笑开怀。对，就是用这个刮痧，对不对？哇，哎，那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真的就是很好用。你要去夜店，那句话对不对？而且去夜店的时候，今天晚上11点，超市大小姐进化论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铜腕好不好？首先呢 ，Jaco， 你来介绍一下，你今天要介绍什么样的铜腕？对，我刚刚讲的是我觉得很可怕。其实我们那是我们的环境，70年代的台北市嘛，是，就是他说进入公园是很多建筑物刚开始，所以有的是要用钱买到的铜腕，有的是不用的。嗯，那先讲用钱买到了哈，就是大伙聚在一起，然后开始打陀螺。就是在那个，因为很多工地，很多工地就很多空地，很多空地就很多小朋友聚集在那边，然后聚集的小朋友就喜欢争凶斗狠这样子。是，那当然不是打架，就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，然后就把陀螺打在圆圈里面去，然后下一个小朋友就要把他陀螺打到那个陀螺上面，我们打定钩机有没有？定杆喽，对啊，定到上面，定杆喽，要把它定到上，把它定出去，或者把它定到停止为止，或者把它定破，对，都可以。所以你现在还会打吗？你前面是不是有一个？这边就有一个那边，对。小时候没有玩到这个，我们打好球，我们目标正前方啊。最近不是我的这个打陀螺，很多人以为是要抽的，像女孩子来打第一次打用抽的，拉的不是吗？拉的，其实定陀你要定的才行。嗯，然后在地上，瞬间力道，瞬间力道，对，整个弹，瞬间力道。哦，来喽，一定要这样定吗？嗯，就定的地方这样。哎，但你来教我。哦，再来一次，定要不够大，它会卷起来，它会卷，它会卷，它会卷，摇起来，真的有哎，它会卷起来，真的会。所以你一定要控制要够大。你空地要够大，往右打。哎，我们一直提醒你放目标正前方。目标正前方的。目标正前方。右前方。哦耶！下一脚又再拿另外一个陀螺。有定到，那就你来定他嘛，不好意思，这颗有比较大一点，你来定，你来定，他还在转，我这个比较不像定，我这就推的，拉一下，推一下。好，别说这个，别说你这个，这个我用这个，一直转嘞。等一下，定位啊，好细。哎呦！你们小时候真的有玩这个哦，确实，而且有时候会把这个头换成更尖的，对，更尖的，它才会。后来我亲眼看过一个陀螺被整个被定到一半，剩了一半，然后就赢了这样子，它变成陀螺王，那时候就变我们小孩子里面的头这样，就变领头的，对。而且那时候如果未免者，我告诉你，真的走出来都有成就感，对，所有的孩子你知道吗？真的崇拜的眼神，对，那个眼神。不知道，这样不是我小时候的东西。没玩过陀螺的，没玩过陀螺。你电视的小孩哪里玩过？你就是他们现在南部就有玩看过陀螺、骆驼而已。另外一种这个阿飘有看过吗？阿飘，阿飘其实很多玩法，怎么玩的？不知道怎么玩，就是比较。因为一个阿飘，它上面有写四个，它有写上面有那个车马炮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黑桃红心这个，对，还有几道石头布的符号，还有一个是生肖。生肖。对，那到底是玩法感觉。第一个我们会收集上面这不同的图案嘛，图案当然比较稀有，有的比较容易就得到的。那玩板很多，这个是怎么样？吃乖乖得到吗？还是要怎么得到？这种是我记得是直接去买，不吃乖乖。一扎你可以插一片，那个以前小时候那个钱，小时候我们玩的时候是大片，那个怎么打进化的？那是怎么玩？这种比较简单入门玩法是，比如说你放地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要用弹的。要把它弹到上面去，就像我们讲的平平一样，对，像这样平平。我们用线，不是你要，不是啊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。对，要弹到上面去。哎呀，好专业哦！在这边玩的话，对，对不对？玩开了，有点半推的这样。很难都无趣，开心的。那个要等一下，麻烦表演一下。没有，要折一下，折一下。我们那个时代是要烧的，这样这样这样。以前塑胶就在上面烧的。我们那个时代是比较大的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对。我们那个时代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它可以用线的，这个没办法。对，它其实把这个线开来翻成背反过来了。对，对，这样看对对对，其实可以，这样那我就这样去。对，用线的，这另外一把就是我们赢了。它这个如果要翻的话呢？还有一种就是
大款。比如说我放一的，我放一叠，比如说我放这一叠是我的，我实在是要你先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还先现这样子，看你还现几张翻过来就是你的这样，没错，是哦，对，那次只拿一张现，一张，对，你有一张现，没有，换我，不要换我，那这里的话你要从右边，侧边，侧边，侧边，可以这样现，你不着急啊？这个。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用抽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你是看不下去了。喂喂喂，没得呀，我忘记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走。耶！翻过来才是你的。对，其实玩法很多种啊，很多种，带着自己做。这个就是训练小朋友他的创造力。比如说你那一堆小朋友玩的玩法是这样子，另外一堆又不是这样，所以两种不同邻居和在一起，他们就要。所以年代是你那个时候可能是玩这个，那到我的年代是玩塑胶的，塑胶对，塑胶也另外一种的了。哦，因为顺便讲，有人作弊，有人这边涂立可白啊，或者有人。这个叫昂阿飘，那个塑胶好像叫昂阿森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豆片，豆片的豆片，豆片，对，对对对，豆片，塑胶片。哇，那还有谁要介绍？接下来任爸你要推荐什么？哦，其实我这个东西是小时候是用铁环啦。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东西？什么年代？老师没有印象吗？没有，因为以前是废物利用，看都没看过。吃的鱼罐头啊，像什么水果罐头啊，目的是废物利用。然后这是针线那个绑线的线轴，线轴，线轴，对，都是家里的东西，旧东西，然后绑在一起，然后这样走一下。这是怎么玩的吧？哪里？哪里玩的啦？是这样的，自己做。做的自己做，真的，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他有一个叮当，就没什么技术，他会有声音。那得到的快乐是什么？不是，他说可以绑一些线嘛，可以绑个东西啊，滴答滴答滴答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就有声音啊。他没绑一个声音，他有绑个东西，咔咔咔咔咔。那是因为，等一下，任宝，那是因为小时候我们要跟妈妈要什么？要养狗养不成，所以拿没有罐头这样子，没有，根本不用养，路上都有。其实他介绍，这要我介绍。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玩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玩那个用竹子，啊，周围打个洞，你这边把这个豆子打出来。哎，竹子中间打洞，就气用空气，然后那边棉花还是什么的，对，像卫生纸，破出来的。像球迷还有一种玩具，把树枝有那个鸭子歪字头的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绑你用橡皮筋绑一下，然后蛋糕，爷爷躲在哪里可以射人，真的射哪一个人这样。然后小孩小时候都玩 Angry Bird， 差不多。示范童年玩具，纳豆惨当人肉标靶。中枪啊！这个小时候一定玩过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找一个东西碰一声。如果不小心射到你的肚子会怎样？